他满怀期待地说完，等着他听懂道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说完之后，一直沉默让他说话的男人伸手擦拭着他的嘴角，淡漠地开口了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这和他设想的反应不一样啊。丽北觉得目光落在他的身上，虽然还是平静的口吻，偏偏让人听出了里面的血雨腥风。你是说，刚刚那个医生问了你不该问的问题，还用让人不舒服的眼神看你，对吧？池恩恩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下次要做什么事情之前，你能不能问我一下，不要那么暴躁了。我只听到你说那个医生的长舌，眼睛还长歪了。厉北觉眼神狠厉，连眼睛都长不好的人，我不介意帮他挖出来。池恩恩瞠目结舌了，他读书的时候就没有学过语文吗？考试的时候没有做过阅读理解？他刚刚那一番话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分明把他的意思曲解到天边去了。他就是单纯的想要让他不要那么霸道，到他耳朵里面怎么就变成了他是在告黑状？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眼睛还有问题，这种医生留在医院里面也是个祸害。我等会儿跟院长打个电话，明天就让他收拾东西滚蛋。居然敢说池恩恩给他戴了绿帽子，他哪只眼睛看到他像是被戴绿帽子的男人呢？池恩恩一下子就慌了，拉住他的手臂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厉北爵，你别乱来，你就当是我刚刚吐晕了，脑子不清醒，表达能力有问题。那个医生人很好的，对我的态度也好，还在路上提醒我怀孕期间应该注意什么，可以做什么。你不要害得人家把工作都丢了，要是真的因为我没有说清楚就害得他丢了工作，我真的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别人了。是他太傻了，居然想跟这个男人讲道理。厉北爵什么时候讲过道理呀？他现在算是懂了，在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两种颜色，一种顺眼的颜色，一种不顺眼的颜色。对于不顺眼的颜色，他不是直接漠视，而是直接把人家给踹飞。你不是说他用异样的眼光看过你吗？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善变呢？一会儿说那个医生用异样的目光看她了，一会儿又说人家还不错。池恩恩哪里还敢继续跟她委婉地讲道理啊？赶紧说。没有，我只是打一个比方，你不要乱来啊，那个医生人真的很好，你千万不要跟院长乱说。厉北爵拧紧了眉头，开不开除那个医生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影响。既然他都说了不要，那就不要了吧。他后知后觉地注意到自己还在女厕所，面前小女人好不容易红润起来的脸色又有一点苍白的趋势。厉北爵转眼把对于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的医生的事情抛在了脑后，拉着池恩恩的手往外面带。回家。你不看健康报告了？池恩恩松了一口气。厉北爵走在前面，握紧了他的手，好整以暇。不看，晚上他们会把报告发过来的。这不就是要看的意思吗？不过，他只要不提开除医生的话题，池恩恩就轻松了，跟上了他的脚步。紫荆园里，池宝贝已经放学回家了。因为池恩恩在林氏养伤，这段时间池宝贝也跟着寄读在圣辉贵族幼儿园。作为贵族幼儿园，圣辉下午放学的时间格外早，四点钟就回来了，一般是池恩恩或者是霍毅去接他。池恩恩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池宝贝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玩着 iPad， 一边播放着熊出没。他听到玄关的动静，马上放下手里的 iPad， 从沙发上跳了下来，往池恩恩的方向跑。雨人，你回来了。他习惯性的想要给池恩恩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万万没有想到被人横插了一手，揪住他的衣服后领。
以后不准报了。池景琛一手被他提着，一面瞪大着眼睛，不乐意地质问道：为什么？他家女人凭什么他不能报啊？厉北爵与他如出一辙的漂亮眼睛淡漠极了，瞥了他一眼，回答得简单利落：不为什么，不准就是不准。我不干，我就要报。池景琛不怕他，当即嚷嚷道，一边蹬着自己的短腿，水晶似的小脸憋得通红：你放我下来。看来你是不想要三会的那一笔钱了。淡淡的一个威胁飘了过来，刚刚还在拼命的挣扎拒不配合的小人就跟被点了穴一样忽然不动了，葡萄似的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盯着巨傲的男人，脱口而出：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最近看上了一只股票，把剩下的钱全都投了进去，不过股票的形势没有他一开始设想的那样，走向飘忽不定，所以池景琛现在很烦恼。但是他买股票的事情池恩恩都不知道，隔壁老王怎么会知道呢？还知道他买的是哪一只？厉北爵当然知道了，只有他不想知道的事情，没有他没办法知道的事情。池景琛在炒股，他从经世开始就知道，一直没有说而已。他冷眼旁观着池景琛第一次眼光精准地大赚了一笔，到尝到甜头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到现在钱都炫在了里面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很有头脑，但毕竟只有五岁，头脑是有，天赋也好，可眼光还是太嫩了。三会还要跌？池景琛的心里咯噔一跳，还要跌？不是已经跌得那么凶了吗？隔壁老王怎么知道还要跌的？他想知道，又好面子的不肯开口问。厉北爵瞥了他一眼，率先说：等会儿到我的书房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前提是最近不准报池恩恩。暴君。池景琛的小眼神纠结万分，瞅瞅池恩恩，又瞅瞅稳操胜券，仿佛知道他会怎么选择的男人，小嘴儿都要抿成了直线了，好半天才憋屈地哼唧道：不报就不报，反正只是最近嘛，等他赚到了比隔壁老王还要多的钱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家女人远走高飞，狠狠地收拾隔壁老王。现在他要学韩信，忍受胯下之辱。池恩恩听到他们一大一小的对话，没有搞懂他们在说什么天书，随手放下了包包问他们：什么三会？什么跌呀？你们在说股票？三会，他记得是火腿肠的牌子呀。池宝贝的反应比谁都快，马上奶声奶气地说：没什么，我们在说火腿肠。